要用的老师，那其实还没来参加 RN 之前呢，我就已经把这个东西给完成了。但是因为完成之后，觉得学生实在做得非常好，所以刚好 RN 这个平台，觉得一定希望能够透过我学习之后，把这样的一个东西呢，把它上传到网站上面去。那其实呢，哈，我们这个计划，这个专案其实很简单讲，就是越来越多学校的学生都越来越多学校都已经开始有偏收外籍学生进来。那你们贵校学生当然一定会很想带这些学生出去玩，所以呢，我用地理的一个角度说，希望孩子他们能够透过认识自己家乡附近，那我的学校在北部，所以我说认识北台湾，你们挑一个景点，那是一天的行程的规划，你自己先去走一遍，走一遍之后呢，然后以外籍生，以外国人的角度说，那这些外国人来到台湾旅行的时候呢，我们的观光的景点呢，到底够不够吸引人，然后呢，整个观光的规划做得好不好？那同学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也可能会因此更认识自己的家乡，然后对自己的这个家乡更有一个认同感。那整个过程当中呢，除了说以地理的角度来。